OK 啊，展示一下这几天的成果啊，这确实是这两天忙得要死，但是呢，主要买了一些杯子，然后买了一个香炉，买了点盘子，都是咱们传世能见的东西啊。可是瓷器都比较的精，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德州回来啥事没干，还有点生病咳嗽。哎，废话有点说多了，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东西吧。首先是这九个是一套，这都是包括这几个这个花鸟的茶园都是从上海的这个老藏家家里出来的。这九个一套是这种玉字款的这种缠枝莲的这种，这叫西番莲，缠枝西番莲的这种茶园，全部是五公分啊，一套都是全品，没有啥可多说的。这种一样是官样，这叫缠枝西番莲，跟后边那个缠枝莲是两回事啊。官窑的缠枝莲就画这样，就是这种，我们经常能见到大运司，它就是这种画法，一共是九个一套，哎，非常的好。五公分小杯子，茅台杯，嘿。然后就是这个啊，这个是也是从那个上海的胡家出来，非常的细瓷儿，大家看，细不细？瓷质一流啊。然后是这种晚清的，个人看应该是同治时期官窑内造款的这种茶园，是少泉，应该是朱少泉，瓷釉非常好，画的也非常的灵动，它也是这种一套的。看翠鸟，哎，你看这个。很漂亮，瓷质非常好啊，每一个都不一样，神态很好，然后都是九公分的茶园大小，瓷质太好了，这回收的这个质量都特别的好，所以我很高兴也很满意。大家来看，你看它这种彩跟那种民国时期的钱彩它是有区别的，包括它的釉子都比它好，而且你看它用的金，这是本金啊，这不是那种化学洋金，是两回事儿。包括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这儿有一个小内啡皮，你看它的这个描金，口沿描金下边还有一层酱釉呢，证明这个东西的质量跟这个胎釉，包括它的露粉都是很够的啊，很够的。这是这些杯子，还有就是这几个杯子，这也是从这个一个我们这边的一个在国外做回流的小哥那里买的，也是一套，全部是这种青花加矾红描金，然后加这个彩的一套杯子。然后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这儿八个杯子，有八个杯子，然后其中有三个全品，然后这个是全品，这两个是全品，其他全部是有点爆釉啊，有两个有冲线啊，毛病大一点。然后这种东西是典型的外销时期，这是当时给老外定制的，本身咱们画的青花，然后为了迎合老外的口味，这种伊万里风格又给他后加的这种矾红描金加的彩，当时外销到这个欧洲，年份是康熙，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这个胎，典型的清代早期的这种胎，很糯，然后修足修的也算比较好，然后胎质的颗粒感没有晚清那么足，然后修足也修的比较深，这就是典型的清代早期的这种外销杯子，质量也不错啊，不是那种糙东西。然后是这个，这两个杯子年份就晚了，应该是晚清，然后这种五福捧寿的杯，没有啥可多讲的吧，这种东西。稍微的粗了一点点，稍微粗一点点，然后这块还有点这个印，这不是印花啊，很多人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印上去？这不是印啊，这是画的，但是它没画好，可能它这个量地方量错了，这儿也画了个圈，然后结果烧出来了，就是这两个杯子。再就是这个杯子，收的真的多。这个好，这个是一个清代中期道光时期的蓝料彩貔貅花的一个大主人杯，然后款是这种矾红的款，你来看，全品，这是传统传世的瓷器啊！你看它这个瓷釉质量是不是很好？它跟这种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对吧？都是有质量的东西啊。然后，你还把胎看一看吧，你看，这是中期的那种胎啊，它不是晚清的胎，修足也修的比较的深。然后是这个，这两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吧，这是从那个我那哥们那儿买的，也是咱们粉丝大哥啊会让给我的一对这个清代中期缠枝莲的盘子，就是有两个刻字，其他都是全品，这种东西十八公分没有啥可多讲的，我们见太多了啊，典型的中期的画法也算比较细路，现在这种盘子可以用来做壶承，哎，我这刚好有个壶，可以用来做壶承，往上一放，哎，就这么使，就这么使，当壶承也可以用来做香盘，上面点个香啊什么的。其实最想说的就是这个，这个就好了，我拉远点看，这个形状吧，游龙耳炉啊，年份是清代早期雍正乾隆时期的雍耳炉，个人看雍正
它的这个修足修的比较的利索，是这种大的这种玉壁底，然后里边还带狮釉的。这种一般我们见到这种修足基本上都是中期往前走，满清它就不这么修了。然后我们看这种炉子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器型，这个器型非常的挺拔，这种釉叫铁锈红釉，然后创烧时期应该也是雍正时期，这个我没有具体查。喜欢这个铁锈红釉的这个藏友也是比较多的，但是你要看它这个发色发的好不好，这个就属于铁锈红里边发色发的非常好的，红中闪黑闪银，但是这个呢，黑跟银又没有强调这个红色，关键是它是一个釉龙耳炉。我喜欢炉子，一般比较喜欢那种带有金石味道的炉子。什么是金石味道啊？这不太好解释，就是一般来说，这个炉子如果它的器型是仿那个宣德炉的器型，就是铜炉的器型，我就很喜欢，它很有金石味道。年份包括它的这个器型，包括它的这个做工都是非常一流的东西。可惜的是它有冲线，哎，这就是很遗憾的地方。但没冲线这东西估计我也买下来也得费个大劲，你看。没办法，但是肉眼看不来，修挺好啊，我操，就是这件东西很棒，很好，很有质量。 OK 啊，这有点匆忙啊，最近确实挺忙活的，收了一大堆的杯子，收了一点香炉，然后收了俩盘子，都是现在比较热销的东西吧，也是比较我们藏友符合现在大家审美跟现在大家这个喜欢的东西。 OK，我是爱收藏的天元，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点赞加关注，有什么需要交流咱们都可以平时交流啊，有什么需要购藏的你也可以私信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